谢国梁，就算你躲得了2024，你也躲不了2026，因为大家其实想要的不是谢国梁的新眼镜，大家想要的是基隆的新市长。你们为什么叫他铁柱啊？铁柱其实他是国之栋梁啊，你们叫人家铁柱，就是铁柱，它是形容一个怎么讲不知转弯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很铁铮铮的一直在那里，然后玩牌拿到 TG 还不是对的之类的啦，就是很前一阵子啊，最大压垮。谢国梁的民怨最后的一根不能说稻草，是草皮，就那个草皮的事件，压垮谢国梁的草皮就是人工草皮。就我们讲罗生门，要把它解开谜底。什么叫罗生门？是马英九自己去，还是谢国梁请他去？你少在那撇清的。真的，第一个谢国梁要学侯友宜啊，拒绝啊。你要知道，本来是 T G 这些可能 B G 呀，你知道吗？帮你分析这个谢国梁就惨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是想要替基隆市民一个请愿，就能不能等马英九到基隆市跟谢国梁同框的时候，请他们握个手。我相信这个是基隆，就是都很期待。你这个年轻人怎么那么坏？握久一点，对，握久一点啊，最好两只手一起。有安排这个桥段。还要喊，相信谢国梁就是相信习近平。对对对。好，我想要请问一下年轻人哈，这个谢国梁开这个记者会，常常蛮无厘头的嘛。上次开记者会是说什么？我没有吸毒。这次开记者会说，告诉大家好消息，我换了新眼镜。这样不是很得年轻人的心吗？你们年轻人没有因为这样比较支持他吗？这种无厘头的市长，就是这一张啦。就是我觉得比起他换新眼镜，我觉得基隆市民应该更期待的是基隆可以换新市长，所以现在才有这个拆梁行动如火如荼嘛。那我首先先来评论一下，我觉得那个25,000份的那个回函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简单数学题。就我们用25,000份做一个基数去算，假如说有一半的回函是失败的无效的话，那就是12,500份嘛。那这次总共联署书是送出43,000份，那你一减43,000减掉12,500份，剩下30,500份，那这个联署案是不是第二阶段有可能在一个危险边缘，那可能就拜拜了。所以我觉得谢国梁的司马昭之心其实就藏在这个25,000份的罢免回函里面，这是第一点。然后再来是这两天的 Threads 上面啊，大家其实讨论比较热烈的部分，是因为那个回函是用平信的嘛，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蹊跷，就是他的司马昭之心也藏在这个回函里面。因为如果用回函这个事情，如果用平信的话，它会产生三个问题嘛。第一就是挂号跟平信它有一个价差，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其实搞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现代人其实比较少记性，所以说你挂号怎么挂，例如说刚刚易善哥讲到什么双挂号啊，还什么之类的，再加上挂号是不是要去邮局，一定要去邮局，对，登记的印啊嘛，刻一个雕啊嘛，对，那就麻烦了。对，然后再加上如果你用平信寄回去，它有时效问题嘛，然后再来是它有可能寄丢，所以一连串这种各种的阻挠，我觉得是大量的惹恼了基隆市民，再加上刚刚提到说他可能要找马英九回去顾梁，那因为马英九其实在我们这个世代是一个非常非常名声跟印象很差的一个人，就很多人受到22K 啊，然后台股8000点，然后之类的啦，就那段时间大家其实对马英九的印象都不好，所以这一连串下来，其实昨天Threads 上面都在讨论，其实就第一个就是马英九要去顾梁，第二个就是这个回函的事情。那因为如果说假如啦，这个回函25,000份的这个事情有导致拆梁进一步是失败的话呢，其实昨天我在Threads上有看到一个金句，就是谢国梁就算你躲得了2024，你也躲不了2026，因为大家其实想要的不是谢国梁的新眼镜，大家想要的是基隆的新市长。你们为什么叫他铁柱啊？铁柱其实他是国之栋梁啊，你们叫人家铁柱，就是铁柱，它是形容一个怎么讲不知转弯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很铁铮铮的一直在那里，然后玩牌拿到 TG 还不是对的之类的啦，就是很。然后，因为他其实他花钱也是大手大脚嘛，像是那个公车啊，他公车的解决方案是买那个二手公车嘛，然后包含在那个渔港那个什么沙发布的沙发跟那个什么鸭子船这件事情，都会让基隆市民觉得说，有钱怎么会是做这样子的决策，而不是真正实质上照顾基隆市民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其实这前一阵子啊，最大压垮谢国梁的民怨最后的一根不能说稻草，是草皮。
就那个草皮的事件，压垮谢国梁的草皮就是人工草皮。对，因为人工草皮这件事情，在非基隆市民以外，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拿这个来笑基隆市民，说你们是到处都人工草皮，花钱搞人工草皮，到底在干嘛？所以一切的事情都让外县市的居民变成是嘲笑基隆市民的一个对象，所以基隆市民的民怨其实某种程度也来自于其他外县市民的善笑。但是小平议员他总是有一些国民党的一个内幕消息的嘛，上个星期他跟我说，我们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全面开战蓝绿拉高对决？他说因为民调出来了，国民党躲不掉了，所以势必要把国民党所有支持者叫出来。我再问的就是，刚刚周轩讲了，年轻人看到马英九就是一定的既定印象的，现在你们把马英九召唤出来是要全面开战的意思吗？是要蓝的绿的白的全部都开战站在蔡良的这一边吗？应该这样讲，谢国梁是一个非常客气的人，就我们讲罗生门，要把它解开谜底。什么叫罗生门？是马英九自己去，还是谢国梁请他去？你少在那撇清啊！不是，真的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前那个奈子小公主选那个嘉义市长的时候？那时候，好，就是当然马英九去了，马英九去。所以你的意思说，你要揭晓谜底，马英九主动跟铁柱说他要去？有不有可能？他的基金会有可能？我跟你讲，就是那个萧旭成那个主任哈。第一个，我没有办法肯定。第一个，谢国梁要学侯友宜啊，拒绝啊。不，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能那。他可以跑去金瓜石上面看看啊。不，如果是马英九自己要去的话，谢国梁乐观其成，那是第一件事。第二就是谢国梁主动找他，黑伯赶快哦。这个是美感很重要的。所以你今天分析说，不一定是谢国梁吹的，你别误会的对啊。有可能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哈。小平，你要知道，本来是替机，这下可能逼机呀，你知道吗？帮你分，帮你这个，帮你分析这个谢国梁就惨了，你知道吗？我们让你充分细数。对，如果他主动找他去，他就是回到朱立伦的逻辑，所有的蓝白的票我都要。白已经出现过嘛？那时候张志豪几个议员有没有？你是说马英九去了之后会有白的票？马英九简单讲，马英九的票是比较偏统，对不对？嗯，他甚至讲过和平统一。坏处是吓走了中间选民嘛。那好处是这些人比较会出来投票啊，大家比基本盘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哦。嗯，就是他是不是打一个兵统独的，就是我们的统独兵火五重天，就是统的跟中华民国派的。这都是可能支持国民党的、啊。讲下去，你知道我们周轩听不下去了。是，你敢讲，他都不敢听了。是，先给他一分钟，好不好？我是分析哈。好好，我们给他一分钟来。好，你先讲来。你为什么一直举手？我想要代表基隆市民跟小平哥，可以跟国民党装。我不是我的意见，我是描述他要这样做。好，我先讲哈。不是，我现在是想要替基隆市民一个请愿，就能不能等马英九到基隆市跟谢国梁同框的时候，请他们握个手。我相信这个是基隆，就是都很期待。你这个年轻人怎么那么坏？握久一点，对，握久一点啊，最好两只手一起。有安排这个桥段。还要喊，相信谢国梁就是相信习近平。对对对。好，那所以呢？所以接下来怎么做？我认为哈，不能这样无头苍蝇去弄了。我觉得要接管比赛，党中央接管比赛，未来的赛党中央要接管。接管，因为十月投票嘛，你看现在到十月只剩两三个月，对不对？等一下，马英九那边你还没分析完呢。好，马英九那就看，不，我还没有办法判断说他二十六号找我们吃饭，我可以问他说，马英九去是他。不要，明天记者问就好了。明天记者会问。明天记者问。我在这边一定要补充一下，不是谢国梁主动要请钟小平吃饭，是我帮他争取的。又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在三立的直播节目里面直接问黄靖平说有没有邀请你，黄靖平说没有。我在那边痛骂三分钟，说黄靖平帮你谢国梁这样一直辩护，你连饭都一口饭都不给他吃。节目结束以后，黄靖平接到邀请的电话，然后那一天小平跟我讲，他说你问小平去帮他，很早就帮他跟郑斗兰这个，你干脆帮他把吃饭名单开一开啊，就帮他到基隆站台哦，他竟然没有邀请钟小平去吃饭呢，我也帮他打抱不平，以后钟小平现在接到二十六号吃饭，你知道？我你这样讲的话，就错了一段。好，再继续。好，二十六号吃饭不重要，我们听听他有什么中心思想。嗯，我们这些老经验的议员啊，那个就方向感先确定。他然后现在其实我认为只有极大值跟极小值啊，极大值就中央接管比赛，找那然后弄发言走一个总发言人，找一些发言人来，就是能够台北人去帮他。那基隆还是在地的话，那赶快做一些大的建设，
在你能筹措裁员的时候，能够降低仇恨感。不要做了啦，他做的就是弄草皮，人工的，是弄那个不好嘛？如果我，所以你还要教他不要做就不会错。不是做一些真的有感的东西，我觉得，比如说公车赶快修好啊，然后这个我们公车卖那比较好的经过品质，台北市跟蒋万安借几台，哎，比较好的是真的、啊，便宜卖给你三年五年的、啊。基隆市，我跟你说，是啊，不，你要做一些有感的，然后大家仇恨值降低的，那个是内功，那是陆战。那动员，然后里长什么，这很绵密，他自己会做，他很强。那第二个呢，就是空军，就是总发言人，然后白很重要，因为白的一万多票，多少是决定生死，苏云其实只差两三千票了。最后的罢免了、啊，所以他现在要赶快把白的号召回去。白是如大旱之望云，你是救命单，好不好？白很重要。年轻人有那么白目吗？还会再去投谢国良、啊？绿的要不要投？的年轻人我不敢说，可那个蓝白的白的年轻人投不出来，就等死，好不好？你是白的白还是浅绿的白？对，有什么？还是浅蓝的白？什么年轻人要讲清楚？还是你根本不是白？我必须这样说了，因为其实柯文哲两届台北市长都是投给他的白的。没，我是小粉红，这样都可以被抹白吗？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两届都投柯文哲哎、欸，我都复选哎、欸，这个要成易善哥啦。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没那么笨啊，就是毕竟白银，所以其实钟小平一直在讲哦，谢国良他要保护住自己，最重要就是要把白的弄到蓝的这边。基隆的白的要出来反罢免，有那么白吗？才保得住，才保得住，这是一定的、啊。因为其实前阵子前几天吧，我记得民众党也有一群人跑到基隆市去跟谢国良同框嘛。对、那我觉得其实民众党现在他们对于选民的号召力已经没这么大，毕竟你看黄国昌的直播声量也逐渐在降低嘛，甚至柯文哲的脸书现在按赞人越来越少。以谢国良的角度来说，他要顾白的票，这个是一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他能不能有效转换成不同意罢免票，我个人是保持非常质疑的态度了。